以学这么肉麻的话。出发是机场 ，Let's go！ 你可以找那个包包头。看到那个烟吗？肉麻。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那大家看到今天影片的标题，然后看到我后面的这个行李箱，应该也可以猜到今天的 vlog 是关于什么的。没错，来我们深呼吸。今天呢，就是我终于要去美国的日子了。可能有一些就是第一次来我频道，或者是可能刚认识我的朋友，简单来说呢，就是我跟我的男朋友就是 Ian， 他现在人在美国嘛。那我们已经因为疫情关系，就大概一年九个月吗？印象中好像是大概600多天左右。那我这一次也是就是筹备，不是筹备啦，就是计划了很久之后，就是终于让这件事情发生了。给我一点掌声。那我这次预计会在美国待大概3个礼拜之后，我就会回香港。很多人以为我就是离开香港了还是怎么样，但没有，我之后还会回去的。对，其实我现在心情还蛮复杂的，我不知道，当你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见一个人的时候，我现在的心情呢，有很期待，然后有很担心，然后有不知道怎么形容，我不知道。我想象过很多个场景，可能就是见面，然后会很感动，然后就哭啊，或者就是太久没见面，然后变得很陌生什么。我现在真的没办法想象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我的那个反应会是怎么样。对，现在时间是3:55，然后我大概可能4:30或5:00，我就会出发去机场。我现在的进度差不多就是到60%到70%左右，所以我现在要赶快继续收行李啦。Make or break my day, baby. What you say can make or break my day. 这个是什么面啊？炸酱面。哎呦，裹在一块的，我快加酱吗？绝对不要跟他一起吃外面。我们现在出发去机场 ，Let's go！ 我们现在在前往机场的路途中，然后今天来送我的有黄先生跟谢小姐。哦，嗨，爸爸，嗨，嗨。My friends don't care about everything as long as you got a story to bring. We'll take you along, take you along, take you along to some other places. We try towards the进来了，家人是在航空公司的那个贵宾室。然后这一次呢是，因为我有一张航空公司的那个信用卡，那我这次就决定一次过把明年要到期的里程全部用掉，然后就换了一张机票这样子。不过现在来就是贵宾室呢，其实是蛮无聊的，因为这边基本上全部都是空的。就这样。虽然说机场的人很少，但是我必须说，现在放眼望去，要出国的人也是蛮多的。而且我那天去做 PCR 的时候，也很多人在排队耶。哦，讲到 PCR， 我还做了一件蠢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也没有带护照，我也没有带机票，我也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带。但他们人很好，就是最后还是先让我做检测，然后之后再补需要的文件回去这样子。Sleeping, I dream.
辛苦你了。好了，可以了，走了。来摸一下你的头发，哇，已经可以绑成一个包包头了。哇哦，你来了。哇哦 ，Thank you for coming， 辛苦你了。对，你必须要对我好一点。OK， 好。因为我最后还要 quarantine 21天。对啊，这挺痛苦的。辛苦你了，辛苦你了。你看到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哇哦，来了。你看人家都会带花来，哦，你怎么没有带花来？我带酒，可以吗？现在有酒吗？在车子上。It's wet. Hi. Ian, officially say hi. Hello. 太久没有拍影片，现在的反应有点迟钝。来，我们再练习一次哦。Hi. Hello. Welcome back. 他刚说欢迎回家，我说这才不是我的家。还不是。还不是。以后也不一定会是。San Jose 订了一个酒店，我们在这边度一个 weekend. A historic mansion in San Jose. Which means it's been here for a while. 好，给大家看一个简单的 room tour 好。从门进来，这边有一个镜子。哦，这边有一个简单的厕所。简单的厕所。好有，真的很 historical 的感觉。然后进来就是我们的床。很旧。你可以把鞋子穿上吗，先生？不。这边看出去的 views 呢？哒啦！哇！别人家的车子，哇！好了，哇！就这样。我们现在有一个很艰难的决定要选择，你今天想要吃 Chipotle 还是吃 In-N-Out？ Should we just order delivery? Chipotle 好了。Chipotle, okay. But I kind of want to go to the store. Okay, let's go. Can we go? Okay, go. Chipotle, 今天的晚餐就是 Chipotle。我今天点的是一个 chicken balls， 然后里面有 salsa、corn、cheese、lettuce。还有 brown rice 跟叫什么 pencil beans， 我想吃看你的肉。嗯。好的。好的。我们刚刚吃完东西，然后因为我吃太饱了，所以我们现在走去对面的 Target 逛一逛，然后顺便买两个杯子。因为买一个杯子就是一辈子。好恶心哦！你从哪里学这么肉麻的话？你的中文，你的中文什么时候变这么好了？我中文怎么那么好啊？我的天哪！应该称赞一下，该称赞一下哦。我称赞称赞在哪里？我称赞在哪里？你从哪里学来这些话的？我称赞在哪里？哇，称赞称赞啊！谢谢谢谢。你身边的朋友有人中文这么好吗？好像没有耶，好像。所以你是自己学的？好像天才耶。啊？你说什么？你再跟我说一次。这是圣诞节每次要说的。哦哦哦，我得穿这种袜子是不是？哎，这个根本就是你会穿的袜子，完全。你是不是有这双袜子？你说。我的袜子都破了。要不要买一双给你？ What can I do when a million things are running through? Million things I can't undo. I just sleep walk, I just sleep talk. That's all I got. What can I say when a million things are running through?
划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三个礼拜的行程。Okay, 对，因为他要安排他的工作，我也要安排我的工作，然后我们还会有大概一个礼拜会在加拿大，因为他要出差。米西西，这一天，早上八点需要开始 business trip。所以我们 Sunday 14号 at least 需要到 Nova Scotia。 OK Book car rental in Nova Scotia， 然后这个可以 expect。 깨어나지 못하시면요 합병증이 있을 수 있고 수술 후에 깨어나지 않으실 수 있습니다. 그 Good morning, everybody. 今天是我在美国的第二天。其实我昨天的话也没什么时差，我就一路顺顺的睡到今天早上。大家看我穿这样，早上跟在台湾穿的差不多，但是我现在快冷死了，因为现在应该才就是七八度之类的吧。昨天我们就坐下来，有成功的定好了接下来这一两个礼拜的行程，尤其是要出去 San Francisco 之外的地方的。然后我们现在人在 San Jose， 但是其实Ian是住在 San Francisco。那原因呢，只是想说这边的步调稍微比较慢一点，就不会那么的，都不会像 City 里面这么的，就是急促。大家有看到那个烟吗？我们进去里面，然后等一下去吃早餐吧。好了，我们去吃早餐了吗？我们去吃早餐吧。Let's go。牵错手了 ，sorry。之前我在香港看过，但是店员问我说要不要等最新的，好像是这个 Series 7吧。怎么那么难找人帮忙？对啊，你觉得7好还是 SE 好？我觉得不用手表。好像小的比较适合你的手。就觉得好像这个好一点。The moody wind that once made us meet.Blowing furiously down the street The friendly breeze at our back Has lately been swaying And I don't know if you're looking for Somebody better or something more Cause even when you're with me Your eyes are still strange If you wanna come, make it very quiet Leave the door half open, don't turn on the light I will see the note, lying on the stone Number 2, Kirby-tang Kirby-tang 2 and 3 And Nemyo 大家好，我们现在我现在在这间叫做 Kunji 哎呦Kunji 的餐厅，我印象中好像它蛮好吃的，可是来了之后发现里面的东西好像又跟我之前印象中的又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去到了就是之前印象中的那家店。结论就是不管了。This one? 好奇吃吃看。Is it too much? Do you want to wait? No, but do you want to wait till we see the portion? 지금 깨어는 이 목소리Hello.
那明天他早上要开会，然后我们怕赶不回去，所以我们晚上今天就直接回旧金山他家了。然后这个是我今天的战利品，我今天去 Uniqlo 买了一件就是毛茸茸的外套。报告完毕 ，Let's go。司机大哥，谢谢你。不会。High five。哎呦，肉麻。肉。肉。麻。肉麻。肉。肉。麻。肉麻。麻。肉麻。肉麻。真是一个奇怪的人。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 heart breaks. Yeah, you're gonna have